来是横的，现在变成直的。把手放在眼睛上面遮去强光，这会看得更清楚。我们常看见人们用这个姿势看，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看。因此手字下一个木字便是看。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一个好大好大神木上盘了好多好多的根。咦，好奇怪哦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很奇怪？我看见有一个人，他把神木砍成一片一片的。树根往往露出地面上，树愈大，露在地面上的根也就愈粗愈明显。所以画树就少不了也要把根画出来。所以木的撇，那就是树根。木字下加一笔画，表示土地以下为根基，吸收养分的地方，也就是最根本的地方。本来木片是不好画的，把木字剖成两半，取一半当片字，所以片就是这样来的。那如果人把什么改成一片一片的，那就盗墓者咯。你还掉聪明嘞，是木头木，不是坟墓的木，你应该是不聪明。你看，树上有好多好多的鸟，有大鸟，有小鸟，它们叽喳，吵死了。咦，它们好像在开集会哦。我要看到一只乌漆嘛黑的鸟，它好像没有眼睛。长尾的叫鸟，短尾的叫锥。经文和甲骨文的鸟字就像一只侧看的鸟，头尾足羽都有。鸟这个字是飞行类的总称，在中文字里只要看到有以鸟为偏旁的字，大多都与飞行类有关，如鸭、鹅、鹰等。经文的乌字就像一只侧张嘴的鸟，但看不见眼睛的形状。乌字是指乌鸦，由于它全身都是黑的，又常在黑夜里鸣叫，所以只见嘴型，看不清楚眼睛。另外乌字也有黑色的意思。雀是小鸟，因此把小和锥合起来就是雀。体型小巧的鸟喜欢在地面连飞带跳。鸟停在树上叫集，现在的集是由三只鸟简化成一只鸟而成，所以集也就是开会集会的意思。我懂了，我们每周都有朝会班会，也就是集会的意思。原来集会是和鸟有关系，难怪老师常常说我们吱吱喳喳吵死了。我的天哪，太神奇了，原来我们的文字是这样来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有趣吗？有趣。神奇吗？神奇。我们来点掌声吧。皇上领旨，臣下台，下台一鞠躬。分享了我们的表演，大家是不是很有收获呢？大家对文字的演变是不是更清楚了呢？以上是由18位四年级的同学合作演出的，指导老师梁庭杰老师。现在请演出者出场。我是林雨琦、陈雀琪、简一凡、焦杰欣、林晴毅、叶子厚、袁世海、郭婷一、高天桥、涂少廷、王子浩、蔡杰安、谢欣颖、林言瑜、卢若飞、王元亨、林欣颖、傅艺杰、杨庭杰老师，谢谢观赏。复兴小剧场最棒，文字变变变最赞。